再想点事情，哎，你们过来，哎，我有两句话要告诉你们。今天咱们不是在外滩看见一座纪念碑吗？哎，那座纪念碑就是纪念十年之前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些个为了争自由而牺牲性命的人们。在那个时候，我跟你的父亲母亲都正在法国，他们都在飞机的轰炸底下死掉了，所以我才把你带回中国来，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看待你。老伯，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您老人家和国兴哥哥待我总是那么好。我所要告诉你们的不是这个。你们知道我是军人，今年革命成功以后，因为心脏有病，我就辞去了军长的职务，所以从今以后呢，我就再也不能替国家服务。谁料得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我确实可以料到过去的事情将来一定会再发生的，虽然世界是不断的进步。所以你们必须好好的念书，准备应付将来的危难，替国家出力。石宗，你将来预备做什么事情？我想做一个医生。好孩子。国兴，你呢？我军人。真的吗？是的，团长。国兴，把你上衣脱下来。是。小军人啊，立正。向左转，向右转，开步各一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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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定。你什么事？你为什么回来那么早啊？这花不卖完了，你不许回来。这样虐待孩子，真是岂有此理！下次再要这样，只好请你搬家。抱他进来。疼不疼？疼。你爸爸为什么今天又要打你？因为钱卖得太早了。来，到我们家来，我们保护你。好了，在我们这儿就不怕什么了。乐不乐？你想吃东西吗？很好，应该这样，大家总要顾到别人的痛苦，互相帮忙才对。是的，爸爸。谢谢您啊，李先生，两位小弟弟，谢谢你们。我刚从外边回来，多亏了你们护着阿莲，要不然就给他爸爸打坏了。请你告诉你们的先生，以后不要虐待他，他真是一个小的很好的小姑娘呢。是的，可怜他从小就没有父母了，是我把他养得这么大的，可是他爸爸就不疼他，
我时常为这事儿跟他吵呢。哦，阿莲，我们上楼去吧。嗯，你谢谢李老伯跟两位哥哥。思宗，啊，国兴的伤好一点吗？好的多了。因为你的身体很好，所以恢复得很快，现在差不多已经完全好了。那么今天是圣诞夜，我可以起来吗？可以，不过顶多只能起来半个钟点，就要依旧睡到床上去。国兴的胃口也变好了，他吃的很多。我觉得完全好了，恨不得就离开上海。我还没有出过什么力呢。那当然是很好了，不过我要等到体力复原，身体完全恢复以后。思宗啊，请你记得换换绷带。哎，好的。阿莲，我告诉你，你一定得按照我的意思去做。那不行，你从小就不给我念书，让我去做工，是我自己攒了一点钱买了几本书，这会儿你要让我不叫你去做工没？哎，你也算是一个好看的姑娘啊，你不去做工也能够赚钱，只要你肯去做舞女，你就有好衣服。我不要做舞女，我情愿去做工挣钱。要我做舞女，我没有那种本事。你算了吧，你就让孩子自己做主吧，你又不是他亲生的父亲，你不能够逼他。我不叫你多嘴，我怎么说就得怎么做。下来给国兴换一换绷带。你自个儿不如给他裹吗？啊，你做得好，你的手法比我高明多了。我真已经够累的了。哦，陈小姐，一做了大夫啊，就有了派头了。文凭刚到手，哦，就要看护在旁边伺候着了。现在可好，连绷带都不会裹了，大夫先生。朱小姐，那么你永远在他旁边好了。可是陈先生好像有什么心思呢，我倒有点不明白他呢。哦，一天到晚能够在医院里见面，已经是三生有幸了。今天晚上是圣诞夜，我得给小朋友们去发圣诞礼物去呢。等我给你捆好了，我们就走啊。好的。
友们，今天晚上是圣诞夜，圣诞老人给你们送了许许多多的礼物来了，现在你们都快好了，你们可以回家去过新年，见你们的父亲母亲。可是我相信今天晚上一定有许多的苦孩子，他们没有父母，没有家，在街上挨饿受冻，所以你们更应该学好做好孩子。你们都是好孩子吗？是好孩子。好，现在你们都是好孩子，我来分礼物给你们。阿莲，我告诉你，你得听我的话，非去做舞女不可。
要什么？你们都要什么呀？茶。茶。开水。白开水。给我来白兰地。白兰地。又来了，这是我的住址，你有空来玩啊。这里我不大来的，谢谢你。怎么你出去跳了一夜，连一毛钱都没有赚回来呀？不要说是一毛钱，在那种地方就是一分钱，我也没有办法。是因为你太笨，太蠢。你看别的女孩子，人家不是大把的挣洋钱吗？我不能够跟他们一样。胡说，怎么就你特别呀？你得学呀，你学怎么样去应付男人。这才能够挣钱呢。四季的妈呀，他们要把我逼死。大哥呀，那个舞女的面孔好像很熟。我也觉得很熟，好像是从前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似的。Thank you.
这样没有头脑，现在什么时候你还有心去胡闹？天天想做一个大丈夫，做事还是个混孩子，你说我骂得你有理没理啊？有理，也许没有理。睡吧，把你的梦睡睡醒吧。明天见了。晚还没有睡呢，你父亲从昨天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你给我的钱他都拿去了，现在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钱都给他拿去了，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妈，您放心好了，我一定把它找回来。哎，阿玲，把这个钱拿给你妈啊，让她换了钱，买点米，再买一只鸡，再打点酒啊，买点好吃的东西。妈不会要这种脏东西的。可以把它拿到赌场去，我再试试运气。哎，阿玲，我钱哪里？阿玲，我钱呢？阿玲，哎，你疯了！阿玲，你疯了你！后的一个机会，他要是不是那个阿莲，我永远不许你再来了。你看呢，他不就坐在那儿的吗？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十年了呀。你看那个头上戴花的不是他又是谁呢？他一定是阿莲，那还会错的吗？好，你去请他来啊。报哎，是啊，你要吃什么？你去请了一位头上戴白花的小姐，先坐到这里了。好，
请坐。谢谢。你不认识我们了吗？阿莲。你怎么也知道我叫阿莲？你姓张，叫张莲。是啊，你们贵姓？你猜猜看。我从他头上那一朵花，我就看出他是阿莲来了。是的。哦，我记起来了，从前我们小的时候住在一块儿。对了。你叫时钟，他叫国新，你们从前对我都很好的，常常的帮助我，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还记得从楼梯上摔下来吗？我怎么不记得呀？那个花洒了一地，你还哭了呢。你们稍后要吃什么？三杯白 Randy、白 Randy。 你们会跳舞吗？不会。还生我的气吗？我早忘了。啊、阿莲，你再给我一点钱花好不好？没有，我没有钱。是，我也不要多呀，你给我一点就够了。你想啊，我究竟是你养生的父亲呢，辛辛苦苦抚养了你18年了，现在你长大了能赚钱，也应当报答我呀。对了，我应该报答你，我5、6岁就替你做苦工，长大了就变成了你的奴隶，你爱打就打，你爱骂就骂，我也受够了，从今天起我要自由了。段子，你说什么？我的话还没有说。有什么事吗？我看你满脸的委屈。到底是什么事啊？我的养父虐待我，我受够了，我不愿意再去做舞女了，只好干脆的离开了他。你做得很对，要是我也是像你这样子做的。现在既然是这样做了，那么就别难过了。
本来也没有什么，不过我总得先找一个地方住，找个一个职业才对呀。住的地方你不要担心死了，你就住在我这儿好了，你爱住多久你就住多久，事情不是一两天能够找得到的，你慢慢的找好了。这个房子10年前我住过的，幼年时候的苦生活就在这儿过去。什么？你在这儿住过吗？是的，从前这个房子又破又旧，现在改换的焕然一新了。这一次你再在这儿住，我希望你的生活都要变成更快活了。谢谢你，你待我真好。在你的房间里面，那我们去看看他。哦，朱小姐，她是一个舞女吗？不，她现在不做舞女了，因为她养父虐待她，她现在住在我房里头。这个房子是她10年前住过的。哦，我想起来了。我认识她的，她就是那个卖花的小姑娘，她的养父十分的虐待她。对了，就是她，她现在想找一件事情做，她自个儿也念过书，她自修得很好呢。哦，她倒很有志气啊。爸爸，你还认识她吗？那么样一个小姑娘，现在长得这么大了，而且又是这样的漂亮。阿莲，哦，张小姐，你还认识我吗？怎么不认识您，老伯？您待我那么好，老是照应我。对了，只要用得着我，我总肯帮你的忙的。谢谢您老人家。他还没有回来呢。没有，他不会再回来了。他受够了你的罪了，挨打挨骂，替你做工，替你挣钱，挣来的钱都叫你喝光赌光了。好了，现在你得自己做工，自己找饭吃，你不要再想阿莲回来养活我们了。哼，好吧，我用不着他，我也不要再见他，我自己会做工啊，没有了他，老子一样能吃饭。他得回来呀。你不是说用不着他吗？我得把他找回来，他就是上天，我也得把他找回来。
些东西干什么？妈，这些东西都是买给您的。你可回了，好孩子。该走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可是你的身体还没有复原呢。话虽然是不错，但是我应该走啊，待在这儿能干什么呢？你就没有这个念头？我怎么没有这个念头呢？我恨不得跟你一起走。在医院里的实习还没有满期。是的，要是你能够跟我一起走的话，那多么好呢。哎，那两位小姐怎么还不来？阿莲回来了没有？她在哪儿？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哪儿？来，进来，进来。我要一杯茶。我也要一杯茶。拿一点点心来了。去了这么久啊？没有，我们在门口等了半天，等那老头子出去了，阿莲才去找他妈的。那么他看见了阿莲，有生气了没有？没有，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待我真好。哎，怎么样？我们今天晚上去跳舞好不好？不不不不，现在还是回去休息休息，不是跳舞的时候。对了，国兴说得很对。得了，我们就回家待着去吧。回去也好。爸爸看见了一定很高兴。哎，张莲小姐在你们这儿吗？啊，张莲小姐在你们这儿吗？你来干什么？我，我是阿莲的爸。那我知道，我们早就认识。阿莲在你这儿，他得回去，再也不会回去。他已经大了，可以自己做主，我也预备保护他。你真不知道羞耻。在阿莲小的时候，不管是刮风下雪，白天黑夜，你总让他到街上去卖花。大了之后，你又若逼着他去做舞女，要是他自己不懂得自爱，早就被你逼着去做娼妓了。我带他不好，可是他妈带他好，是哭着叫阿莲回去。不比废话，我跟你干来一个干脆的办法。拿去。等一等，从今以后阿莲跟你断绝关系。是是是是是了。阿莲，你住在这儿我就放心了，只要你能在这儿过得舒服一点儿，我也高兴啊。现在你可以去了。以后不许再来。有了钱可以学点好，去做点正经事情。是是。
谢你，老伯。咱们再见面，我希望能早一点回来。阿莲，你出去吗？要不要我陪你？不用了，谢谢你。我去办一点事情，一个钟头以后，你在那个小咖啡店等我，好不好？好的，我一定到那儿等你啊。等会儿见啊。等会儿见。怎么，吵架了吗？我忘了告诉时钟了，我跟你约好了在这儿碰头的。我也忘记告诉郭鑫了，我跟你约好在这儿。对了，是我约好二位都到这儿来的，我要去学看护去了，刚才报了名。那倒好，你毕了业就可以进我们的儿童疗养院了。时钟，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讲吗？是的。嗯，我不好意思讲，我想求你一件事情。郭鑫，什么事啊？我不大懂得小姐们的心理。郭鑫，你总看得出我是爱着阿莲，可是我又没有法表示，你能替我说吗？阿莲，是，你要我替你向她求婚吗？除了你，没有旁人比你更了解我。好吧，明天我来替你向她说好了，好吗？阿莲，快来了。你先躲起来，我同他去散步去，再慢慢的引他到这儿来。我替你向他表示，等到你觉得可以出来的时候，我就故意的走开去，你呀就出来。如果他不答应呢？他为什么要不答应呢？我真不知道他是喜欢你哟，还是喜欢我。那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要替你说呀，我对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替你向他求婚呢。那他对你不是一样的吗？我是一点也没想到，能够成全你们的事，我就很高兴了。他来了，你先躲起来。安静一点，可以跟你谈谈。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吗？对了，我有很重要的话要对你说。
的用心听着，并且要听懂我的意思。好，我用心听着，你说吧。我所要说的话，阿莲，你是早已明白了的。简单的说，有一个好青年，品学兼优的好青年，诚恳地爱你，我相信你是知道的很清楚。如果你肯答应他，那是他非常的幸福。国兴，我爱你。完全误会了我的意思。这完全是他心里的话。我信，我绝不怪你。请问你，用生船是今天开吗？开，六点准开。有没有位子？恰好二等还有个位子。那很好，就留给我吧。好。请你写写名字。说一说心里的话。好孩子，你说吧，你有什么心事啊？我是要说的，妈，您能够明了我。阿莲，你说呀。嗯，我爱了一个人。你突然决定动身，倒是出人意外。不过我很了解你，不论是为公为私，都应该这样。哎，你做得很对。爸爸，我这儿两封信，请你交给安莲跟时宗。我想不跟他们说了，因为可以省掉很多麻烦。团长，我回去了。
么不早说呢？大概他怕说得太明白了，大家就难以分辨。阿莲，来不及了，船已经开了。时钟，我不明白呀。什么事情了吗？国心走了。
带他们进去吧。好，我们进去吧。时钟现在没有功夫，要等到吃晚饭的时候他才能够回去呢。那么我们去换好了衣服，你先陪我去看看我的养父养母去好不好？是病没有反应，可是爱情是未有反应啊。不要淘气，这么些我要不了这么多，您拿着吧。老太太您收下吧，这是他第一次拿到薪水呢。哦，阿莲，你做事情了？做什么事情啊？我在儿童疗养院当看护。爸爸呢？哦，他在下边做工呢，现在他可改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朱小姐，对不起，你等一会儿啊。朱小姐，我看是您给阿莲找的事吧？是的，谢谢您啊。那有什么呢？他真是又聪明又能干。没有多少时候他就成了一个最好的看护，所有的小孩都喜欢他呢。爸爸。哦，阿莲啊。我买了两瓶香烟送给您吃的。啊，谢谢你啊。你今天在家里吃晚饭吧，我陪你一同到楼上去，好吧？不，我还有一点事情呢，我马上就要走了。接到一封信，是国新的信。是，可是你要答应我，不要对阿莲讲起。是不是得到坏消息了？也不是什么坏消息，不过我在九月里寄给国新的信现在退回来了。清华，国新有信来了，你们先看，我上楼去一会儿就来啊。叫我弄不明白，这有什么弄不明白的？这不是国新的信吗？国新的信是8月3号寄的，我的信是9月寄的。最近两个月里不知道国新怎么样。哎，阿莲还没有注意到这个，我们可别对他说。看了好像不高兴了似的。对了，阿莲，你真用功。
有，当心，等会儿买糖给你们吃。啊，等会儿买小鸡、小鸭、小牛给你们玩啊。好吧，好吧。阿莲呢？那个小女孩子还在发烧吗？是的，已经减轻了很多，还有一点烧，她现在睡得很好呢。哦，张莲小姐，请到20号病房去。好，就来了。上次给我的信使我非常高兴，你心里所想的正和我心里所想的一样。阿莲呢？你在想什么呢？要想什么？我知道了，你在想国心。你猜对了。你走了，我也一样的想你。你们两个人我都欢喜，你们两个人对我都那么好，都是我的好朋友。阿莲，你怎么又在这儿发愣了？有3个月了，国信一封信都没有。你知道现在是打仗的时候，这有什么呢？交通总是要受阻断的。你别担心了。陈医生，我们今天还要预备给一个病人用手术。好的。
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我怕告诉你了，你会伤心的。阿莲，你别伤心，就是国心有什么意外，他也是为国牺牲，是一个民族的勇士啊。现在你可完全好了啊，也不发烧了。你真勇敢，你也很勇敢。多亏了清华姐姐给我输了血才好的，我真不知道怎么样的感谢她呢。你谢我干什么？这是我应该的，你应该谢谢陈大夫。我真不知道怎么样的感谢你才好。是他给你用的手术，是他救的你，你应该谢谢时钟啊。谢谢阿莲，你喝一杯。哎，你也喝一杯啊。我们大家来为国兴喝一杯酒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得让时钟来讲了。讲啊。请诸位原谅我一些没有讲明，现在我说出来也许是诸位意想不到的。今天就是我跟阿莲订婚的日子。我们更应该敬他一杯啊。静静静静。阿莲，你今天晚上也应该对大伙儿说几句话呀。阿莲你说呀。我不会说话，要说的话也说不完。别客气了。第一，我要说的，要谢谢我们的清华姐姐。
他待我是这样的好，这又有什么呢？我受手术之后，他牺牲了自己的血给我输血，这是我的责任。因此我想到有多少英勇的人们为了他们的责任都在牺牲了自己的血，输给国祖国，输给人类。我是一个孤儿，从幼小以至于长大成人，所遭遇的都是无情、冷酷、耻辱和痛苦，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一点可爱，没有一点意义。阿莲，可是我还有这位好的妈妈，还有清华、时钟，还有各位好朋友和在医院的一群小孩子，使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那样的可爱，人生是那样的美满。特别有一个人，他现在不在此地，或者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他就是时钟，跟我的哥哥国新。是国新，他告诉了我，除了自己还有别人，还有国家，除了自己的痛苦还有大家的痛苦。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社会，为了人类而活着的。国新就在这种志愿底下牺牲了自己。从今天起，时钟跟我，愿你遵守国心的教训，把自己献给社会，献给国家。现在我第一个给你们道喜，谢谢你，并且我还预备了一件礼物送给你们，现在我就去拿去。阿莲，我给你们道喜。原来你还活着呢，你为什么不进去呢？不，我不进去了。我看见阿莲跟时钟结合，我已经很高兴了，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了，你明白吗？没有什么，只不过胳膊受了一点伤，没有什么要紧的。我的父亲在什么地方？你告诉我呀。他因为心脏病已经去世了。进去吧。不，我不进去，我要走了。请你保守这个秘密，孩子的时候你再告诉他们，并且替我问候他们。可是你呢？你不是很爱阿莲的吗？阿莲也是很爱你呀。一样的呀，他爱时钟，我也爱时钟，他们两个能够结合，我也是心愿了。再见吧。清华，清华，哎，清华，你怎么这么半天还不进来呀？因为
快来看呐！谢谢你。谢谢你啊，清华。阿莲，我们到国新去的地方去好吗？真的吗？真的，我是一个医生啊，那里需要的。那好极了，我是一个看护啊，我愿意永远的帮助你。阿莲，哎。已经沉船了，他们这两个孤儿成了一对夫妻，可是我现在也成了孤儿了。我还没有残废，我要回去。